纯青农场的耕作方式呢，是稻子跟豆子水旱田轮作耕作新法，它作物会很健康，没有什么病虫害。你那边天气好吗？有空来我们纯青农场坐坐。我们这边完全是氧化三基，然后我们这边是无毒农业，我们这边完全不使用抗生素，包括我们的蛋都很美味。里边的天气好不？欢迎你来阮香亭畜牧场来吃阮的鸡，吃阮的好吃的卵。寿丰有机分装栽培中心拥有国立成功大学有机分装认证，为了让消费者放心，我们每周会做不定期的检验，替消费者做进一步的把关。你那里天气好吗？欢迎有空到花莲寿丰体验有机蔬果。